高焕廷，你也老算啊！恁股价吼，已经嘛无虾米靠山，我为虾米该给你这个股市借你钱？你也是赶紧走啊！过去民国确实是对我真照顾啊，我想要做民国的辩护律师。那是讲，你的亲生爸爸真正是靠民国害死。就算讲恁甲恁爸爸无任何感情，你嘛袂当替一个该害死的人辩护啊！来，给我枪，有代志也拢给我枪出去。我带你，我带你赶出去。你赶出去，你赶出去。哎，出去有听吗？出去！你现在做啥？这不是我进前唱的，会当我看你画面，我也够卡讨厌啊！看你拄仔跟他唱啥物？高焕达，伊知影方慧慧厝内甲素慧白厝，恁够煞唔知影，这表示啥？代志的真相就是高焕达身躯内就是金正军。今麦都伫北城的金正军，伊身躯内底就是高焕达。要跟他离婚之前笑话，因为我从来不哭。我只是惊讲，你若看到这杯，佮以后着你的决定，所以我就冲动起来。走开！